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。会议结束。终于完事儿了。陆总，我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和您汇报。安然，你去泡两杯咖啡上来。哦。不对啊，刚才金一男的眼神。总，我才离开多久，你身边怎么就多了一个助理？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金一男不对劲，合着以后姑奶奶不仅要防女人，还得防着男人。陆总，您现在是益盛国际最大股份持有者，照理说董事会……益盛国际，那不是我父母的公司吗？最大股份持有者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当初收购我父母所有股份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陆生亭？所以我父母一去世，公司就归到了陆生亭的名下，这到底是巧合还是……谁让你进来的？我什么都听到了。你先下去，这件事以后再议。是。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既然你一直都在怀疑我，我说什么重要吗？你永远只会说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一生是我父母的心血，你有什么资格占有他？你不要忘了，一生国际姓顾，六年前我也姓顾。安然，是你的，永远都是你的，没有人能从你手中夺走，包括你吗？你也不会吗？是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肯告诉我真相？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知道一切。他说的话，到底哪一句才是真的？既然你说医生是我的，那我有一个条件。我要回去看看，毕竟是我父母的基业，我了解一下现状，不过分吧？可以，下次观察。我会带上你。行，记住你说的话。真是越来越不让我省心。陆小姐，有些事我不该过问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陆总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关你什么事？知道不该过问还这么多话。陆小姐，你干什么？又想动手不成？待会儿我会让人再送一张桌子过来，在此之前请陆小姐熟读公司的文件。切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靠这么近干嘛？又看文件，我都看了一上午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只是为了让陆小姐熟悉公司内部路线，避免再一次不小心走到安全通道。你竟敢嘲笑我！说的好像我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不是你一样。该死的精英男！到底谁不小心？工作时间，吵什么？陆总。凶，不会是生气了吧？你，金英男干嘛这样看着我？难不成在琢磨怎么报复我？喂，电话响了。啊，我去接。又是一个跟陆生亭一样不会好好说话的猪。你好，哪位？神经盒，你还敢打电话过来？
然，是你呀、啊。那麻烦你帮我接一下盛婷的办公室，我们晚上要去吃饭。你别跟我装傻，沈清河，你一个分三的老女人，是这种无聊的手段为难一个小女孩，害不害臊？如果你想玩，行啊，只要你还敢出现在我眼前，姑奶奶绝对奉陪。还有，陆生平晚上不会跟你吃饭的，死了这条心吧。麻烦你没事不要老打电话过来，省得占用资源。这丫头。看什么看？啊，陆生婷，下班了吗？嗯。刚刚有人打电话约你吃饭，我看你在忙，就帮你拒绝了。明明都听见了，竟然什么反应都没有，看来陆总真的很宠这个养女。这样吧，为了补偿你，待会儿我请你吃饭。你请我？你确定自己有钱？啊！我差点忘了，陆生婷，你为什么要听我的卡？你不是要靠自己吗？放心，既然做了我的助理，薪资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这是霸权主义！哦，是吗？这个吃软不吃硬的男人。陆生婷，你看我刚入职，是不是得买几套好一点的职业装？不然穿成这样，多给你丢脸啊，是不是？想买衣服？好，我带你去。啊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。那些路人的眼光。啊，陆总。啊，是陆总吗？陆大 boss， 你好歹笑一笑，否则那些路人都被你吓跑了。我很凶。你心里没点数吗？